家下午好。好。我叫 Diane， 今年58岁，是 KK 人。说我本身呢，就是荷尔蒙的问题，因为20岁的时候呢，卵巢生理瘤割掉，21岁呢，又另外一边生理瘤又割掉，所以从此呢就不能够生孩子。21岁而已哦，很年轻。然后这样的情形之下呢，慢慢慢慢呢，经过了5年，就是在我26岁的时候呢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就是全身啊，荷尔蒙的问题吧，全身就开始肿胀，整个人啊，胀到200磅。我本来是50kg，50而已哦，变成200磅，是很厉害的。然后这种情形呢，也又移到吉隆坡、新加坡、台湾，最后在台湾做了一个大手术。这个手术之下呢，医生把我两边的卵巢里面的东西全部拿掉，这次就比上一次严重，不单止不能够生孩子，而且呢连月经都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才26岁。然后呢，这么年轻的我就要吃荷尔蒙药、打荷尔蒙针来维持我的身体，要不然就发热，要不然就发神经啊。那么这样子走过10多年下来了以后呢，我本身太多药物啊在身体，我得了 B 型肝炎，而且是个带菌者，不能吃药，不能打针，吃了太多的那个荷尔蒙药呢，我最后呢肾坏了，不能够小便，不能够像正常人那样的小便，医生说我要换肾。这个时候才30多岁而已哦，肝坏肾坏哦。所以讲，大家可想我的人生是怎样的。那么我就一直以来靠营养啊，靠营养品来走。那么慢慢的，当我走到40多岁的时候呢，可以讲是我人生另外一个很道的一个情形。莫名其妙的皮肤会痒，痒到是很可怕的那一种痒，全身头啊也会痒到走出那一粒一粒的来，好跟大家暗疮。然后呢，身体全部包括我的脚啊，然后脚这个地方哦，它痒到哦是没有感觉了的，不会痛啊，你打它它也不知道啊，没有感觉了的啊、哦，这个就是那个脚来的哈，跟大腿来的啊、哦。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呢，我本身呢又是一个吃素的我，我吃了32年的素食我。那么我的血压呢，它就是很低，上面80，下面50，常常都头晕的，但是就是不倒下去哦。那么去验血的时候来讲呢，那个血抽出来啊，给我感觉到就是它很黑啊，很深的颜色啊。我常常问医生，我是个vegetarian的，为什么我的血会这么深的呢？医生也没有给我任何答案的。那么随着我的皮肤慢慢变成这样的时候呢，就全身哦，这样子痒啊，这样子做咯啊，所以这个情形呢，折磨了我差不多超过半年的时间。我是中医、西医，拜神耶稣，什么都去，只要能够医好我啊。但是呢，都是陆陆续续的，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效果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痒的情形，晚上是不能够睡觉的。一到晚上半夜的时候就捉到醒来，我非得去煮一锅热热的水，哪里痒就烫哪里，烫了很舒服才可以睡觉。但是医生讲皮肤这样子烫是不可以的，由于我的不能够睡觉，有一天呢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呢，哪里知道呢，我的眼睛关不到，我的嘴巴上不去，我喝水是流下来的。那医生讲的就是说面瘫，也叫做小中风。哇，这个情形之下哦，皮肤再加上这个情形，整个头顶呢它是属于暖暖的，很暖的，就是弄到那个情形的哦。所以我的日子呢就是过着针灸、推拿、中医、西医，每一天就这样子过，走了我好多年这样的岁月。一直到我临大外面开了一间这个 L 赖床电位疗法，我很兴奋的就每天去那边体验这个电位疗法，一个清显。慢慢我的头呢就
有一个改善了以后，公司最后呢才推出了这个床。我在去年十月中呢，我知道有了这个床，我就马上把它买回家。那我就开始可以天天睡，白天也可以。我是晚上睡，白天我是坐在那个床上呢做我的 paperwork 的啊。所以呢，走到今天来讲呢，已经是有七个多月了，我用这个床。然后我本身的改善，除了大家所看得到的这个情形，还有就是皮肤的情形，那个是之后我本身呢很愿意分享我的实力给大家知道。但是我在这边呢，今天难得的我们都是在雅比，因为我也是雅比人，我很衷心的讲几句心里面的话。我本身很注重健康的一个人，而且我是个吃素的人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血会肮脏，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人生里面，我没有想到一个血肮脏可以折磨了我那么多年啊，那个身体的那个浪是很可怕的。然后呢，我那么注重健康的人，我没有想过我会中风，真的没有想过。所以呢，大家可想而知，在前面十多年的我是如何走过来的呢？我看过我的朋友中风，中风了以后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我知道这个 L 赖床至少它可以预防 cancer， 因为它的那个负电位可以加强我们的身体，至少它可以预防中风，因为天天都在帮我们清洁。我的血当那么严重，我只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善。所以我衷心的说出我心里面的话，我呼吁我们的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体验，还没有睡这个床的话，你真的要不要像我那么可悲，走过那么多年那么凄惨的那些日子，中风了 cancer 了，没有人可以帮到你，只有自己可以帮到自己，没有钱就去找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海燕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然后海燕，今天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的，你到现在身体上很多症状都改善了是吗？那么我想请问你哦，你的身体已经健康了，你还有用这个床吗？有，怎么可以不用？那个血哦，虽然是干净了哦，可是它是非常脏的哦，它也会变浓的哦。因为我们人有压力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健康没有做运动吗？我天天都用，我怕使用不够十个小时，天天都用。我家有两张的，一张是睡觉的，一张是做工的。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掌声啊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